大哥，我们喝一杯，预祝田老师能够早日洗清罪名。来，好。哎，这个秦安琪真是害人害己啊！这次啊，活该！这么恶毒的事情啊，都亏他做得出来。哎，那有没有把他关起来？好像秦啸天把他开释了。真的是不公平啊！ 家里面有几个臭钱，犯了法连牢都不用坐。哎，少爷，那听王律师说，现在翻案机会高很多，对不对？嗯，王律师说秦安琪是民闹，小心伤害机会就大了很多。那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快吃饭，快吃饭，赶快吃完饭把这个消息告诉容妈，我看她的病很快就好起来了。 谢谢你们，王律师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别客气了，能办到这个样子，也不忘我念了许多年的法律了。哎，你还是改不了啊？没办法。你呀，就把我们都当人法官不就好了吗？哎，也是啊。以后啊，试试看。你们先回去一下。 我还有文件要处理一下。嗯，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容妈呢？容妈，容妈知道你平安无事，已经在家里杀鸡宰羊了。我们回去吧。走吧，走。我们走吧。 康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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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康琪
半汤了。是啊，少爷，反正时间还早嘛，我们到那庆祝一下。哎，对啊。哎，这两天我们忙着上法院，家里摆了一大堆脏衣服，哎，我们该回去洗衣服了吧？啊，洗衣服啊！哎，我们就先回去了哈。哎，不是，是啊，你们俩怎么这么不识相啊？啊，哎，洗衣服，洗衣服。这里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不想跟你走。我们经历过了这么许多风风雨雨，才有今天。现在我的腿逐渐康复，你也重获自由了，还犹豫什么？可能就是太完美了。如果我们再走在一起的话，会对不起很多人。怎么会呢？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
相对的，二哥丢了生命，姐姐背着仇怨过日子，我们算不了什么。守夜的死与我们无关的。虽然我不是凶手，可是如果不是为了救我跟我假结婚，他现在可能还在请假，他可能不会死。小晴，不要把每件事情都怪在自己身上好不好？我只是觉得我实在欠他太多了。那么我们分手，守夜就会活过来吗？至少我心里面会好过一点。哎，少爷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，先结婚再离开上海，还是先离开上海找个落脚地方再结婚？嗯啊，小晴她不愿意跟我在一块。怎么会，刘大哥你不要开玩笑了。哦，知道了，你呀一定是做了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也希望这只是一个玩笑。什么，真的？不是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去跟他解释解释嘛。哎，对对，你讲讲啊。你别打岔，你别打岔。韩信啊，怎么回事呢？小晴他说他现在跟我在一块，他觉得对不起很多人。我觉得他现在的心情也不奇怪，是不是多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冷静一下？多给一点时间，人家秦啸天不这么想。要不然你先走吧，让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说服他。不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他的。就算秦啸天要宰了我，我也不后悔。别吓自己，守夜被你害死，那狗法官饶得过你？我饶不了你。二哥不是我害的，如果你觉得打我一顿你会舒服点的话，那随便。你以为我敢打你？我打别人不用你打他，你打住，你打下，住手！你们这些狗男女，守夜就是被你们害死，我要你们偿命，我要你们偿命！不要胡来。不要太得意了，这上天有眼，让你们不得好死。太太，咱们走。
没事。你不要管我，你尽快离开上海吧。小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会一直留在上海，等到你回心转意。沏壶茶给你定定神。小兰，沏茶。秀珍，你一定要替你弟弟取回个公道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太太越想越气，刚才跑去跟那个小贱货理论，谁知道那个姓刘的赶到，还推了太太一把。岂有此理！把这件事你告诉我就好了，干嘛自己去动手呢？这口气，我实在咽不下去。少爷死的实在是冤枉，哼，就是嘛，平白的便宜那对狗男女。妈，你放心，这口气我一定替你出的。出什么？老爷，我说，你们不要再去再惹他们了。难道说就这样让守爷白白的送一条命吗？这不是他干的，我不想再作孽下去了。爸，说到底他们都是祸根，这种人绝不能留下来的。得饶人处且饶人呢，以前很多事我就是干得太绝了，针刺不到肉就不知道痛。守爷的死就像从我身上弯去了几块肉，我才知道失去亲人的滋味。别再生事，别说了。你把我的话听清楚了，如果你再主动的去惹他们，你就给我滚。一定是。
找谁啊？你是秦守业的太太吗？我是。我来找过你很多趟，但都没有找到。啊，你是哪位？我是华明律师行的职员，请你处理一下秦守业先生的遗产。遗产？仿佛是昨天。你真的是苦尽甘来的。这个20%的天利股值多少钱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不过肯定田姑娘这辈子不用愁了。秦家要是知道守业的股权落你手上的话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怕什么？田姑娘是秦守业合法的妻子，妻成夫业，到哪都说得通嘛。啊，对呀，况且我们还有那个王律师，就算是告到法院，我们也不怕他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些股份我没打算要。你想把它还给秦家？本来就是他们的，我要了干什么？你干什么也比留在秦家给那个什么秦守成、秦安琪强多了吧？就是嘛，那两个人呢，根本就不成器。你多留点钱给他们呢，就让他们多作孽。你们俩干什么啊？这种事情要小琴自己决定嘛。其实刚刚阿三跟富豪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就算这些股权你不要的话，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啊。这都怪你啊，一声不响的把20%的股权给了守业，我知道不知道？爸可能早就把家当分了，只是没告诉我。你分了多少？说来听听。钱是爹挣的，他想干什么都可以，干你什么事啊？只是跟你开一个玩笑，紧张什么？哎，到底是我紧张还是你紧张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安琪啊，你现在只有这么一个哥哥，还不知道相亲相爱啊？等到哪天那个小贱人要是凭这么点股权把天理给吞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后悔了。你说完了没有啊？我不说完成吗？这有我说话的份儿啊。那些股权是去年守业进董事局的时候我转给他的，我怎么知道会发生今天这种事情呢？心里边就已经够烦的了，你少唠叨几句好不好？我跟妈只是担心那些财产落到外人的手里，你知道那小贱货跟那家伙一直都是拉拉扯扯，万一这股权真的落到他们手里，这天下一定大乱。我已经委托张律师跟他谈了，希望他能把股权交出来，其他的房屋现金就让他拿走好了。万一他不肯交出来怎么办？我就是告到法院也要把他拿回来，行不行啊，我的大少爷？喂，哦，在，你等一下啊，爹，电话。喂，我是，张律师啊，跟他联系上了吗？怎么样啊？真的，张律师啊。那我们起诉情况会如何呀？啊，让我考虑考虑。怎么样？是不是那个小贱人不肯把股权拿出来？这么多钱谁看了不眼红？要他交出来，难了。就算告到法院，咱们的胜算有多少呢？不大。这没道理啊，他跟守业只不过是挂名夫妻，他凭什么要继承守业的遗产啊？问题是他没拿守业的遗产，他只是把它捐了出去。捐出去？他把它捐到了市内的施家孤儿院，以后天利派的红利就当做经费。更奇怪了，这股权是咱们家的，他凭什么支配啊？这20%的股权不是小数目，爸，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争回来。张律师说，照现在的情形，要拿回来的可能性不大。算了，就只当是为守业积一点福德吧。
我来了，新人进门，大吉大利，白头到老，财源滔滔。蓉儿，你该去当媒婆好了。蓉妈今天高兴啊，等你结婚那天呢，蓉妈再当一次媒婆。你怎么说到我头上来了？赶快主持大局吧。好好，来，咱们先拜天地，简简单单的就行了。来，一拜，二拜，三拜。新人交拜，好了，来，再敬大舅爷。哎，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大舅爷请上座。来啊，嗯。哎，来来来，茶来喽。阿哥喝茶。谢谢啊。阿三啊，以后呢，你得好好的干活，对富豪体贴一点，啊！阿三，我祝你们夫妻两个人恩爱，白头到老，好好做人，啊！哎，我以茶代酒，我先干为敬。我希望你们白头偕老，你们的店能够蒸蒸日上，好不好？哎，好。好阿三跟福好总算安定下来了。是啊，他们两人为了我，也吃了不少苦头。什么时候上班啊？我想明天吧。你真的要留在上海？因为这里还有值得我留恋的地方。可是我现在过得很好，可能以后也不会想改变。小青，只要你能够开心活着，我真的没什么遗憾的。寒心啊！就让我留在上海，只要能够看着你开开心心的，我就真的很满足。可是这里对你来说还是充满危机。反正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，就算再死一次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要担心，好吗？我现在在王律师他舅舅那个地方办事，虽然不是正式的地属于军区的参谋部，不过总算也是一个幕僚。我想秦家的人应该有所顾忌吧。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可不可以到孤儿院帮忙？当然可以。就这么说定。仿佛是昨天，仿佛是昨天，却已回不去那天。我那文件找到了没有？不见了。怎么不见了？这么重要的文件怎么不见？你怎么做事的？工程刚开始的时候是二少爷管的。那你还不去他的办公室找？在这干嘛呢？还不去？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，不如明天再去吧。这文件是很重要的，我明天要送去市政厅的。还站着干嘛？过去找啊。那边的人都下班了，我一个人去会害怕。请问你害怕什么？听人说二少爷的办公室，有点奇怪。怎么会奇怪呢？你也知道二少爷是死于非命的，那边的人说好像有鬼耶。他妈的，哪来那么多鬼？这些文件你帮我整理好，我自己过去找。是。妈的，没用。
你不要吓我，我不会怕你的。 休息几天都好了。哦，可是看他那个样子，挺辛苦的，吃不下睡不稳，都已经3天了，怎么还这个样子啊？没有关系的，换一下药，再试一试啊。要多喝水，按时吃药，多注意休息啊。谢谢您啊。好，不客气。姑妈，送他们下去。啊，行吧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 没事没事，我只觉得胸口有点痛。我从来没看你病成这个样子，你看看才3天，眼睛都陷下去了，要不要换个大夫试试看呢？啊，不用不用，看吃完这些药，有没有好一点再说吧。唉，真不知道交上什么运了，守夜死，安琪又惹上了官司。 天里又平白无故的少了2成股权，你爸爸又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你现在又病了。妈，别担心，这，你别把这说在一起嘛。这么说，明天的法事你也去不成了。什么法事？明天是守夜的生日。 你爸爸在净法寺给他做场法事。妈，那你明天替我帮守夜多上几炷香，希望他保佑我的病快点好起来。我会了。净法寺离这儿很远，你得跟我商量，咱们打算在那儿住一宿，到后天才回来。你在家好好歇着，不要到处出去，免得着凉了。我现在病成这样，还能去哪儿玩呢？ 现在秦家只有你一个，你要多当心身体，不要让我再担心了。妈，不用担心，我没事了。我想睡一下。好了，你睡。好了，你睡啊。 怕你了。
姑。再生的时候不怕你，更何况你现在死了。太太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还跑回来呀？太太挂念着大少爷，担心他一人在家没人照应。你们先去歇着吧，要不要喝点热茶，给你去去寒气？不用，我上楼去看看守臣。兄弟，你不要再玩，我真不怕你。你不要再玩了。我不想杀你，是你逼我的，你不要再管我。我最多烧这几炷香给你，你赶快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少爷帮我。仿佛是昨天，仿佛是昨天，却已回不去那天。我最多烧这几炷香给你，你赶快走，你走，你走，少爷帮我。说什么都不能当真的吗？我告诉你爸爸，我让他查明白。妈，你不要拦着我，你非要做的，你怕什么？不要告诉爸，不要。真是，你怎么会做出这东西？是我爷是你的弟弟啊！不想杀他，我不是存心杀他，是他逼我的。该死！莫非我白提你，你做出这样没有原则的事情来？谁能够孝顺您和爸？我骂你，我骂你，你骂你，你骂你，你放手！千好万不好，我也是你儿子，你真的忍心把我送上绝路？我忍心要少爷死吗？啊！你个该死的畜生，你放下我！爸，爸，爸，请你放回逃生路，我答应你一定要好好的做人，好好的孝顺你的，我一切听你的。还我！还我乡亲！我纵容你才有今天！你放放心，今天你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你放手！你放手！老爷，不要！少爷，快走！我要带你，少爷，我要带你。
少爷醒了。太太，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周院长来看看少爷啊？不用了，你先出去。你先好好休息。妈不要。小去法院，你把小法院，妈，说不好我不叫，我一定死路一条，我没得选择。这养育之恩，我来生一定会报答。妈，你放了你！妈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问掉。你把枪放下，我想你了。你把枪放下。你真的不想把狗放？老天爷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怎么会生出你的儿子？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，怎么会？我怎么会生出你的儿子？啊啊啊啊啊啊啊！三更的下着大雨，你还跑回来看你那个宝贝儿子。他都30岁了，还小吗？你看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。怎么样？很难受吗？是不是又想到守夜了？算了，人都死了，再伤心他也活不过来了。这一阵子啊，你真的也哭得太多了。我对不起少爷，我真的对不起少爷。哎呀，你看你说哪儿去了？三个孩子里，我疼的最少就是他。现在他死了，也没讨回个公道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那个天杀的凶手，会得到报应的。周院长走了吗？走了，刚看过大哥。妈，你该吃药了。来，把药吃了。
你不是也不舒服吗？还跑上来干什么？我想看看妈。妈，你觉得好一点没有？我头很疼，你们能不能给我出去？出去吧，下去。守爷在这安了长身的牌位，以后每天我都来陪他。二少爷出过身的时候，你好像还不及现在伤心。我越想就越对不起。我除了这么做，我现在还能做些什么？这阿元也真是，怎么还不来呢？等他一会儿。等了很久啊！我跟太太也是刚下来。阿元呢？我叫他回去。姑妈，你叫黄包车自己先回家，我跟妈还有地方要去。是，到哪儿去？去两条街。那你先回去。哎。小姐老家是山东，她自己一个人来上海工作。是吗？怪不得看起来挺能干的。伯母过奖了。妈，妈，你们先聊聊，我出去点菜。沈小姐，你来上海多久了？三年了。哦，那你跟我们家守城来往多久了？半年多了。谢谢。